我話公司其實比較多，好重要啊！好難打造，都係啊，主席大愛啦，啊，其實臨尾講話都六分啊，都仲多十出嘅喎，都係攞曬啲即係攞曬出嚟嗰啲都係外人啲十一十二十四檔咧，其實真係好多浪檔。佢就好似精彩咁試贏嗰場咁啦，出閘彈一聲彈出嚟，咳下咳下咳咗喺外面。但係你諗住可能啲萬一飯嘅資源喺前邊都冇。我哋都係始終冇辦法，咁長真係冇辦法，要飲食啲咯。當你變咗生話，你個市集又唔錯，所以就變咗九百點嘅天。咁啊，大家都講到咧，就好難問啦。佢有問題啦，市集又冇 shop 啊，咁啱啱好似之前啊，都開始輸完。我知你亦都開咗一千米直道賽專家啊！上年之王就冇，今年變咗姚建輝，係咁爆，仲勁啊！呢只真係啊，仲走整到仲有廿倍嘅熱量。大家知點解一路輪住四啊？仲跑到四五分飛咁犀利嘅？今季嘅初贏嗰場三十倍人氣班定三班跑都會有倍係五十倍。我哋其他人點樣選擇咧？哎，我冇錯喎，我覺得第三場嗰個攬標都係馬場第一選啦。係啊，大家真係留意啊！即係話要開張，因為要望到十一號，一萬七千。咁就錯啦，你哋幾中意嘅？四張牌啊！順序二嘅萬幾個萬二千二百零一啦。結果都係一個真係難嘅陣型。我一時時我好記得阿曹冠輝贏嗰只寶城紫勝嗰場出三隻嘅三選擇啊嘛。誒總之啊，幾隻馬都做好曬一齊放啦。紫勝就係雙輪長啲，要問多件事啦，大家即係我問我先，我再見。好難諗啊！